我刚开始起修，科学师父指正能尽快进入道法。刚开始起修，你是看了看啥？就看印度门，以前就没有接触过修行。首先你要在知见上要不断的圆满啊。如果你知见上不知道你修行修什么的话，那些法门对你就是你都不知道在做什么，法门无量，你哪个法门也不知道，你做那些干什么？就算坐在坐垫上排腿，你都会觉得这好像是裂腿似的，是吧？所以必须你继续看知见，把印度网站上你能看字能看懂吧？啊，继续看经典，把印度网站上的东西都看一看啊，把那些推荐的经啊什么都看读一读啊，尽量的。哪怕念一念抄一抄啊，现在知见少要过关啊，大概哦。其实学法门的话，其实佛学就是定，就是其实很简单的，见定会三学吧，见是为定服务的，定能开启智慧，只有佛学的主要的东西嘛，嗯，就学知见啊，读经看经抄经。看不懂，其实抄经不是说为了大家抄经有功德啊，不要大家都知道现在实修了，抄的过程中能首先能静心，你抄的时候很专注嘛，静心，没准哪句抄就抄懂了啊，就看懂了。佛说法是一定是让大家懂的啊，让你开悟的，不是让你抄来抄去的啊，是。但是有的经典说抄经有功德，只是说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印刷，大家靠抄经传播的佛法，知道吧？所以你抄一部经等于你传了一部经下去，因为没有印刷说书是靠抄过来的，是吧？现在印刷人家那个机器功德更大，唰印了几百部，人家不用你抄，是吧？但是你自己的功德也在那儿，是你抄经的过程中你静心，还有佛菩萨那种他们的语言，他是无处不在的，你读他的话的时候音容笑貌，就像我们在想象，现在回想起妈妈说过那句话，妈妈的音容笑貌也会呈现在一起。就像真正的你实修的有一定的功夫的人，比如读楞严经，马上就进入楞严法会现场了，就是就看到释迦牟尼佛在那儿说法，或者文殊菩萨，哪个菩萨出来都身临其境啊，都能达到这种境，回到法华现场，回到楞严现场，这个就说你在读佛菩萨，虽然是翻译过来的梵文，你有时候。你也许可能当时还真是在没准啊，我们也没准就是从那个时候学没学都学到今天了，所以当时佛在讲法华经啊，讲楞严经或者讲金刚经的时候，没准你还在现场是吧？只不过是那一时而已，是吧？只是没听懂，明显的嘛，明显的末法时代还没及格，这不是没听懂嘛，是吧？还在学啊，只是没毕业而已，是吧？所以你回去很正常吧，就抄的过程中没准就哪句话就感同身受，身临其境啊，就想起来了，是吧？那也叫功德啊。只是现在大家有时候看不懂了，就好像说念经抄经，把这个功德好像更大了，放大了。念经抄经，因为真的是看不懂，只能念，只能抄了。继续念经抄经，看经读经。如果你要，还有就是练练盘腿啊，骑车做法，你知道吗？嗯。哦，那挺好的，20分钟以后改成单排坐，然后再不要下坐。哎，我觉得你们最好是从50分开始起修，就是实在没时间的，因为45分钟以内，我发现基本上在乱想。大家的初修啊，45分钟以内，就算你不想，你的很近，你看他的脑子里就是，就是他不是现在，假如我们坐在这儿睁开眼看见的这些景象啊，在45分钟上座是一般45分钟以内，他在这景象才沉淀下来。就开始消失，你看见这个扇子就像个录像录进去的，40分钟以后这个扇子的就消失了，一般有这样一个规律。所以45分钟以内呢会乱想，到50分钟呢会腿疼啊，一般啊，你再坚持就是无可忍的时候再忍一下下，就慢慢的腿疼就会消失，哎，就突然身体就舒服了，哎，这个时候开始就入定才开始，知道吧？所以一般50分钟以后才算是真正开始打坐了，前边不是个乱想就是腿疼，就是这啊。所以刚开始练腿的话，练50分钟，如果能双排尽量双排，不能双排单排，单排不能散排啊，实在单排双排都不能坐凳子，跪着都可以啊，跪坐都可以啊，或者坐凳子这样子坐也可以，或者后背靠一下下也是可以的啊，刚开始放松，最重要是放松，知道吧？
不会放松，紧一紧再放松。先练紧一紧，是吧？紧一紧，觉得全身抽一抽，哇，一起紧，紧完了，这就放松啊，就是这样。坚持45分钟、50分钟，先初修，然后不断的看见底，不断的看见对空性如来，到底什么是如来？如来是什么样的？为什么我本性是如来这件事？为什么我迷了这件事？一定要清清楚楚啊，搞清楚，然后你就行了。嗯，那继续啊，挺好的。坐在那儿不是坐啊，开始是坐时间，坐一旦你已经突破了腿疼的话，那你就要治疗了啊。如不动，不必静转。知道吧？修觉而不动，内静外静，内静就是酸麻冷胀痛身体的觉受，外静就是你见闻觉知的一切，外静嘛，还有你的认知，全部停下来，全部停下来啊、嗯！你说停不下来，那就念佛修法门。你要坐在那儿不能，嗯，停不下来。我说不想，他就乱想，那就修法门，念佛号，持咒语，个修耳根圆通，就从文中入嘛，闻声音啊，哦、嗯。妄想一样的，不管它，你妄想不是也那样停的吗？啊、嗯，幻境怕啥呢？它不过就是闭着眼的境界嘛，睁开眼的境界，闭上你睁开眼都烦，你还闭上眼看着干啥？睁开眼的境界这么真实，你都烦，你现在都夜视了，大家不是？睁开眼都烦成这样，还都是你的亲人眷属，看着都不想看了，闭上眼看见的那些境界更虚无缥缈，不管也罢，不理他，知道吧？不留恋的，你不能说哎呀，看我闭上眼看见个猫，想去抱一抱。你睁开眼都不抱，你闭上眼抱个啥？是吧？睁开眼我们都不去抱那两只猫，在流浪猫在街上，闭上眼看见只猫你就想摸一摸，而且很好奇，我怎么闭上眼就看见猫了？啊，不要这样想，都一样的啊，就是个幻境。有些人有，有些人没有，没有也你也不要好奇。哎呀，我怎么没有？你看他看见猫了啊。你没看见猫，猫就没影响你呗。不要找那些想啊。